面说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非常欢迎我们岩道而来的贵客，今天晚上的光临到了我们龙岩山寨土菜馆用餐。那么在这里呢，阿妹也请代表我们龙岩山寨的全体家人，对各贵宾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以及衷心的感谢，感谢大家的光临，欢迎大家。谢谢。我们苗家最高规格的一个接待宴席，至尊苗王牛头宴。这个牛头宴呢，它也是我们苗家儿女的吉祥物，它承载我们苗族太多的荣耀和希望。相传远古时期战争年代，我们的苗族祖先蚩尤，每次出征之前呢，为鼓舞士气，出发时即将都会在我们苗王城内大摆这个苗王牛头宴，并请上我们的巫师做法，祈祷我们战争的胜利，保佑我们战士们平安归来。再后来呢，也发展到了我们苗族祭祖仪式，除了捏结盟、打了胜仗庆贺或者招待远方的贵客，都是吃这个牛头宴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个牛头呢，它历史悠久，相传至今已演变为我们苗家最高规格的一个接待宴席。那么我们的牛头都已经呈上桌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最重要的环节——接府仪式。我想邀请我们两桌的贵客，我们来一起把我们的右手搭在我们牛头上的脖子盖上，我们来一起把脖带回家，来一起把我们的手搭在牛头上的脖子盖上啊！来，阿妹数一二，我们一起把它打开，一、二、三，接！品尝我们的牛头了，我们的牛头呢，它显要的是我们香辛辣，它要求更香。